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PeopleSearch 医药产业与临床试验的领域负责人 David。PeopleSearch 台湾是新加坡上市公司集团在亚洲区设立的第一个分公司，在地经营已经长达二十多年。我们的办公室位于台湾最高大楼台北101的24楼，提供专业的服务形象与品牌价值，帮助客户在潜在人才的心目中留下良好的印象。我和我的团队负责台湾与亚太地区医药健康的各类客户，提供一站式的中高阶人才解决方案服务。我们团队由一群经验丰富的专业顾问组成，我们使用客户专业的医学技术语言，并熟悉各种疾病与药品的产品名称，深入了解每位人选的背景知识、人格特质与转职动机，协助客户找到合适的人才并产生长期的价值。我们致力于打造全亚洲最专业的医药顾问团队，并提供客户除了人才招聘外全面的解决方案，但也包含近年非常多客户询问的 Business Intelligence Service， 提供如组织架构分析、人才趋势分析、 Benefit Survey 以及定期提供产业洞察报告等客制化服务。其他服务如 Training、 Outplacement、 RPO、 Payroll Service、 校园招募等等。如果你有相关的需求，欢迎即刻与我们展开洽谈，我们在 PeopleSearch 等你。Thank you.